今宵今宵难忘，正是梁鸿舞蹈学校所有学员们的共同努力，才有了今天这场汇报演出，才有了此时此刻这华丽的谢幕。我们在演出呢圆满结束之际啊，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所有的演职人员来到这方舞台的中央，表达对观众朋友们的诚挚的谢意。掌声有请各位演员。让我们在明天会更好的音乐声中一起来到舞台的中央，一起向热情的观众朋友们谢幕。感谢各位朋友的大力支持和大家的厚爱，也谢谢你们的陪伴。相信我们在座所有的朋友，热爱舞蹈的朋友，会用舞蹈演绎自己更加美好的人生，我们的明天将会更加美好。同时呢，让我们把鲜花和掌声再次送给舞蹈学校的创办人梁鸿女士，感谢她用自己的青春和才华，用自己的舞蹈天赋和专业精神，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热爱美、创造美的舞蹈学员。有请。掌声有请我们的梁鸿老师。2016东方之春汇报演出圆满成功，谢谢朋友们、家长们的支持，感谢你们。谢谢。东方之春也预示新的春天到来，东方之春迎来了新的春天，也迎来了我们新一代的老师们。首先介绍的是音乐剧老师周燕，我们的新生代老师周艺清，新生代老师管敏，我代表东方舞蹈学校感谢大家，谢谢。生活热爱美，你就是生命舞台永远的主角。那么来吧，加入到我们梁鸿东方民族舞蹈学校里，让舞蹈为你插上梦想的翅膀，让您的人生变得更加的精彩。美不分年龄，生命在于运动，只要你怀有追求美的那颗心，就勇敢地到舞台上来秀出自己的风采。岁岁年年花相似，年年岁岁人依旧，我们永远不老。舞蹈让你青春永远，魅力永恒。感谢各位朋友的光临，我们下次再相会。再见。轻轻敲醒沉睡的心灵，慢慢张开你的眼睛，看看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孤独地转个不停。春风不解风情，吹动少年的心，让昨日脸上的泪痕随记忆风干凉。抬头寻找天空的翅膀，候鸟出现它的影迹，带来远处的饥荒，无情的战火依然存在的消息。玉山白雪飘零，燃烧少年的心，是真情融化成音符，
倾诉遥远的祝福，唱出你的热情，伸出你双手，让我拥抱着你的梦，让我拥有你真心的面孔。柔软的笑容充满着青春的骄傲，为明天献出虔诚的祈祷。